手。好，就换句话说，可能我们在座有些是基督徒，有的刚信主没有很久哦。我们再来念一次好不好？我先大概解释一下这段圣经，让大家先了解。我再进到信息当中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，再念一次了，预备，看得到吗？好，预备，请。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，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，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，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间，外邦人中间一样。只是到如今仍有，既然你们不念，我就念，我就顺便解释。好，就是直到如今仍有许多，无论是什么文化的人，希利尼人是一个很多希腊人，他很有文化的人。什么是坏坏人呢？就是没有文化的人。好，所以呢，保罗写这段说，不管是有文化的人、没有文化的人、聪明的人、愚拙的人，然后保罗他说怎么样，我都怎么样，欠他们的债，是欠他们几百万，是不是？福音的债 ，OK， 是欠他们福音的债。所以什么是福音的债？等我再解释哈。所以仅愿尽我的力量，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哪里的人，改一下好不好？如果你要改罪和戒，把罗马改成哪里？再小一点好不好？脏话哦。好，所以保罗如果今天来到我们，我当然不是保罗，我只是比喻说，保罗如果来，他会对弟兄姊妹这样说：请你们尽我的力量，也将福音传给你们在哪里的人，脏话的人。下一张，好，我这边也要过嘛，哦，哎，没有了吗？在下面呢。怎么按？没有，屏幕太小了。哦，屏幕太小了。OK， 好，当然我知道怎么念，但是屏幕太小了。OK， 所以我们你的字太大了。我的字太大了。OK， 没关系。好，我们先读到这里。当然呢，当保罗跟他们讲什么呢？讲说啊，福音是谁的大能？哎，回答我一下嘛。没有说牧师啊，当然我现在是老师哦。来，没有人说一定要站在台上讲到这里，可不可以讲？可以啦，我习惯比较喜欢这样子。那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说：“我不与福音怎么样为耻？什么叫为耻？羞耻心。你更小了，因为为了福音更小。他不为了讲福音，他更小。我告诉各位，我发觉到很难的。我们连吃饭要祷告都要看看左边有没有人哦，有没有？而且还有一次我很好玩，我就看到很多人在祷告，他就站，重新祷告，我就站起来。”哦，我们就一桌人站起来，亲爱的耶稣，请你祝福这些吃东西的人，包括这一桌，包括那桌，都求主来祝福他们，让他们吃喝快乐，家变大，变更大丰，身体健康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我告诉各位，全部的人拍手，你相不相信？相信。如果我们连假风就会觉得很可耻，哇，就不要讲说像保罗所说的，他说不以福音为，有出来了吗？好来了。OK， 好来。所以各位，所以他说怎么样？情愿怎么样？尽我的力量，将福音传给你们在彰化的人。十六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来，我不以福音为耻。这福音本是谁的大能？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先是，来一下嘛。先是彰化人好了，后是哪里人？台湾人。OK， 这样改了。或是台湾人，或是全世界的人。因为十七节我们写的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，这义本于信，以至于信，如经上所记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所以各位弟兄姊妹，罗马书是整个圣经里面的 key。 我这样形容，圣经有几卷书？回答我，有人知道吗？知道了送我的 CD 一张，不要钱。记住，66就这么简单，太容易了，这太要藐视你们的智慧了。你们随便再更难都没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整本圣经新约旧约当中里面有一把钥匙，我这样形容，罗马书就是那一把钥匙。因为所有圣经当中里面的真理，在罗马书里面非常浅而易懂。所以各位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刚要认识耶稣啊，刚开始进到信仰里面，或是想要认识这个神，你一定要从罗马书下手。有人就从四福音，有时候四福音他给都是事实，但是各位在你的认知里面、理性当中里面，不见得能够帮助你明白真理。所以跟你隔壁人说，要常常读罗马书。你不要以为说哦，罗马书读完就好了。我告诉各位，有人叫马丁路德，
老马丁路德，你听过没有？这个人就是因为读了罗马书之后，整个开了窍，所以当时在教会当中，里面就提出一个很简单的真理：因信称义。跟我说，因信称义。讲了这个之后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整个教会，那个当时候的教会，腐败的教会，庞大的教会开始慌了。为什么呢？哈，信耶稣就是因为相信就能够成为义人。我如果觉得我要相信，你最好要买赎罪券啊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要买赎罪券，你要买越多赎罪券，你就越好。就好像我们现在庙一样，金子烧多一点，你就得到的福气就更多一样。那种观念是一样的，甚至到一个程度，你要婆罗走丢，你要做一些善事，你才能够得到这个恩典。各位，马丁路德因为读了罗马书，他说因信称义，他整个脑袋就开起来了。所以因信称义，他说基督徒认识神不是因为行为，也不是因为什么，也回答我一下，你们是你是什么人啊？我最老他们，我跟他很熟，没有关系，推他一下啊。太好听了，来不及管理。哦，太好听了，那我讲慢一点好了，但是我怕我讲不完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这个因信真理，就是因为这样子，马丁路德就发觉到，哦，原来我们信耶稣不是因为我们的道德，不是因为我们的知识，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，我们就能够认识神了。这样好不好啊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会发觉到在罗马书当中很多真理。举个例讲到罪，从整个圣经里面，你很形容罪，不像保罗形容那么清楚。罪的工价是什么？死啊！罪的工价就是死，所以你犯了罪之后，一定是也，一定是也啦。所以各位，你再怎么长寿，你再怎么追求，你都面临这个问题，必定走上人生最后的路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甚至保罗这样形容罪，他说：“我真是苦啊，才能救我脱离这虚实的身体。”有没有？我真是苦，为什么？因为里面有个东西叫做罪，把它紧紧的抓住，它没办法胜过去，它胜不过去。所以各位，他就说：“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？”我告诉各位哦，希腊文是这样子，他讲这句话是有典故的，哦，典故的。人家希腊人会怎么聪明？文化那么悠久是有典故。他说：“我真是苦，怎么样呢？那苦怎么苦呢？”我告诉各位，来找一个帅哥上来。帅哥，来，戴面具的帅哥，我最喜欢你了啊！隔壁那个帅哥也上来，你两个一起上来。两个快点，哎，快点嘛，快点嘛！哦，不要扭扭捏捏的，你们彰化人都很活泼的，我你那么高那么矮啊，没了。好，来来，没有关系啊，来，我不是说你高，我不是说我是你高你比较，哎，看这边，好来，两只手举开，那两只手都放开，然后呢，他说我真是苦，怎么苦哦？哎，不好意思，你们两个面对面。假设贴在一起，手靠手，脚靠手，靠在一起，这样子哦。哎，各位还没完，他说苦怎么样？其实两个是绑在一起的，嘴对嘴，他就绑在一起，全部给你还没有放下来啦，绑在一起。不好意思哦，这个是活人，这个是死人，恐怖恐怖。好，请你回去，拍嘴哦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他说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？是我这个人跟另外一个死人绑在一起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有什么刑法比这种更残忍的了？早期刑法有五马分尸，早期刑法给你锯成好几段，各式有一种方法是很残忍的，就把你跟死人绑在一起。哎，死人会有味道，死人后会有尸臭，死人会有尸毒，到一个程度，那个毒就慢慢影响这个人，又不给你吃，你怎么办？吃死人的嘴巴吗？你不要觉得恶心啊！我告诉各位，那些很聪明的人想出最残忍的方法出来，你说他野蛮，还是原住民比较野蛮，还是那些没有知识的人比较野蛮？因为我明天我要去瓦邦，有人说，哎，那些瓦邦的人都很野蛮。我是什么好野蛮的？你们用洋枪大炮轰人就不野蛮吗？我们每次杀一个人而已，你每次一个弹来就几十万人死掉，那谁比较野蛮？所以各位啊，你会发觉到我们的认知里面常常都是在云雾之外，我们对圣经不了解，所以你发觉到这位神跟你的关系远得不得了，只有礼拜天见面，很可惜嘛。如果这个神那么好，我们就会像保罗一样说：“我不以福音为耻。”为什么？这福音是神的大能，
原来的圣经大人是什么意思啊？大人是什么意思？原来的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？大人就是炸药的意思啊，炸药，炸药。哎，各位，炸药小一点，像那个鞭炮，嘣，啊，那就不一样。啊，如果大一点呢？弹药好不好？大颗一点的、啊，砰，哇，刚刚一个洞就出来了。但是各位，现在大药不是只有这样，这个大药一下去，世界就毁灭了，一颗就好了。你就不知道哪一天哪个人发了疯，就按了那个钮，然后就在那个地方爆炸。不要到远远的地方，在他原地爆炸就好了。我们就撒尤那拿了。你相不相信这件事情很快就会临到？你可能以为说我还有明天，不好意思，薛岳唱说我没有明天呐、啊。他唱有明天，实际上他没有明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类在末世当中活在恐惧当中，因为这样子。各位弟弟妹妹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？你还有多少日子？你们不要以为说、哦、我很年轻，我还早，我人生还有希望。我磐石乐团一个贝斯手，去年三十二岁，跟着我已经十五年了，骑车骑车骑车，就回到上帝那边去了。三十几回呢，三十二岁呢。长得帅帅的，我每次出去的时候都有人尖叫，都是看到他。我说不公平啊，你长得酷酷的，怎么人家都要跟你？我长这么可爱都没有了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开玩笑的，你知道吗？像我儿子一样，我看他放在那里，然后送进火葬场，我心难过的不得了，像我自己的儿子。所以各位啊，你会发觉到人生很快的，你真的不敢确定，你真的能确定你明天会在吗？我告诉各位。我还记得那天晚上，我还跟他开会说，我们明年开始做磐石青少年乐团，我还准备成立一个室内乐团。我都讲好了，想好了，我还准备把这个同学送到美国去学，我都想好，都做好计划了。计划赶不上变化，真的，我有一年的时间非常的沮丧。为什么栽培一个年轻人，栽培了十五年就没有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。弟弟妹妹，你真的不要觉得你的生命就在你的手上。你想不想鼻子捏一下，过三分钟你就撒尤那拿？我们人生人的生命很脆弱。保罗他说，他因为知道这个福音像炸弹一样，会带来极大的影响力。各位，什么是福音呢？什么是福音呢？我等一下跟大家慢慢解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发觉到我一上台就发，马上时间倒数了。福音是什么？在希腊文叫 evangelism。这个字呢，就是好消息。好消息的意思就是我们所英文的 gospel。这个原则上意思就是我传福音给你，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之后，你得着了，你就是我的奖赏。我再讲一次，我怕你们不大了解，因为这有点像哲学家讲话。什么叫哲学家呢？就是我讲话你听不懂叫哲学家。就是我把耶稣介绍给你，你得着耶稣之后，你就是我的奖赏。这个叫做福音，这叫福音。什么是福音？我再讲一次，我本来不认识你，哎，你这帅哥，你听过耶稣没有？你没有听过，我把耶稣告诉你，他诞生为你，他来在你生命当中有极大的计划，他要解决你罪的问题，他要给你新的生命。讲完了，你说，哎，没拜哦，啊，我没啊，那没，你就跟我祷告，嘴里相信，舌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你接受耶稣进到你的哪里？心里，那你就成为上帝的儿女，那你就是我的奖赏。你就是我的奖赏，我告诉各位，这个奖赏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，盗贼来不会是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耶稣来要叫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了怎么样？更丰盛，那个丰盛就是奖赏，那个丰盛就是奖赏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跟人家分享耶稣的时候，让别人得着福音的好处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就得着丰盛了，安利有赞了。你是两个，你两个这一边出来这一边，你们赞不赞？赞，超赞的！我不骗各位，因为在神的眼光当中，里面人得着福音就是神的大能。因为我这样说好了，要带一个人信耶稣容不容易？不容易。我告诉你，因为太简单了，所以非常不容易。真的，你说，哎呀，信耶稣好，信耶稣举手。我告诉各位，有人举手举了三四十年举不起来。
为什么呢？因为哪有那么容易的？弯刀拜把，我家拜拜的，我家拜马祖拜那么久都没有说我来了叫我得生命。你们信耶稣的说你来了叫我得生命，哪有那么容易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家是拜拜的。各位，当我听到耶稣的时候，我说洋枪大炮轰进来，然后再加一个三字经的一个字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因为我知道哪有那么容易的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何以是生？哪有那么容易？但是各位，当我高中被留级的时候，当我要去带二十几个我同学要去打校长、打老师的时候，我沿路气噗噗的。为什么生气呢？你为什么把我当掉？一千多个人，你们当掉两个，那一个人看起来居然跟我说：“谢侯文，你被留级了，我也留级了。呵呵呵”我很想捶下去，你懂吗？我气死了，我气死了。我没有歧视他哦，我现在很要小心讲歧视这个字眼了。我没有歧视，我非常的生气。结果找校长理论，校长知道我很生气，赶快跑走了。全校的老师跟教务组去到，连教官都不见了，你都知道了。所以各位啊，我气到的程度怎么会这样子？可是各位，当我气消了之后，我想我人生怎么办？我告诉各位，有人跟我传耶稣，被我踹了一脚，滚在地上滚两圈的。你说知道我的背景是？我要信，绝对信妈祖，信关主，这个福音跟我什么关系呢？我那一天晚上，那一天下午，我哪里去不了？我要回家吗？我哥哥带我说读清华大学研究所，我的家里面环境都，他们都很认真，很棒的。对我而言，我是一个两位阿囝，这是一个最小的，这是最不出息的。人生怎么会这样想？我甚至想说，我难道一辈子要这样过日子吗？我跟那个神，不知道哪个神，法莱罗，或者欧北贡的地啊，乱讲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知道这个神在哪里。我跑去哪里呢？我的同学曾经带我去一个教会里面，去那边看校花，不是讲的校花。那个同学用这招把我拐去教会，都说：“哎，我们的小学校的校花在我们团契，你要不要来看看？”我去了。我上礼拜遇到那个跟我传福音的人，在四十年前，他跟我传福音，那时候一个腰伤，讲的口沫横横飞。然后我在那边，他为什么是弹琴？因为我是合唱团的弹琴的人。各位，你知道吗？我因为那事情呢没到嘛，说哎那个谢某某会弹琴，我就去弹琴了。弹琴的时候，我还记得弹年轻人，年轻人。我们在五年级生、四年级生才知道这首歌。你说就这唱，我就一边弹一边看，因为我看我都要看一遍就背，就知道在干嘛。我就左看看右看，五六十个人，没有都你看笑话看不到，看到很多女生豆花一堆了，所以气死了，我被骗了。结果下来之后要走出去的时候，那个卖药的说：“哎、欸，那你坐前面，等一下我要唱歌。”结果这个老兄很有水，站在我前面就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。我现在秃头跟这个有关系，那口水往我头上。所以各位啊，我气死了。但是各位，我没有因为我不喜欢基督教，我没有喜欢耶稣，耶稣就不理我。我那天下午我就跑去教会。我没有狂乱，没有跟这二十几个同学去喝酒喝到醉，没有去乱来，我自己跑去教会，我就坐在教会后面，三多长老教会坐在后面，我就手握着，我还祷告，还看看有没有听到，因为不好意思，耶稣，看卖这个，哇，耶稣他讲什么？你走出来没吼？在耶稣，我终于讲到第三声，稳静就闭起来。很奇怪，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奇怪，我就闭起来，你看这样比较专心啊，不然再看看对人家不敬，闭起来，耶稣讲的眼泪就掉下来了。我告诉各位哈，我的底子以后再告诉你们，我就不讲了。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那一天遇见耶稣，我就祷告地上一坨，又是鼻涕又是眼泪。我起来很高兴，离开教会的时候，在外面还抽一根烟，非常满意的回家，懂我意思吗？可是各位，我后来我的生命当中就很大的转变，我的烟不到一个礼拜就很奇妙的戒烟，戒到现在快四十年，我就离婚了，我就不再抽烟了。你懂事啊？真的不变。所以如果我们当初喜欢抽烟的，我看那个怎么样，会吗？
没有，我看你的版式，因为我拢会会小看看版式。一工最少拿一包拿两包，差不多。你这个轻的还要按分嘛是，还有正好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发觉到我的眼球离开了。我很喜欢喝酒，我喝酒的速度不骗你。那个时候高雄流行五七八十支秘鲁哈，五拉三张，我连喘气都没喘气，就把700cc 的啤酒喝完一口气。我告诉各位，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样？我嘴巴不干净，我嘴巴非常不干净，一字经、两字经、三字经到十字经，我可以出口成脏，很肮脏的脏。所以各位，你知道我的背景是怎么样，我就不讲。我非常喜欢打架，我打架当然是吃饭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不打架，我觉得身体要养了，因为要练身体。我从国中到现在都这么高，就不再长了。但是各位有时候，本来是这么高，现在又高了，我还是这么高。各位弟兄姐妹啊，我发觉到我认识耶稣是我生命的序曲。我不仅认识耶稣之后，我这个福音的大的写照的里面。我用同等学历，后来考上一个学校叫国立艺术学院，现在国立台北大艺术大学，1000多个人去考，我印象深刻，我居然考第十二名，音乐系第三届。我考进去之前，我跟上帝祷告说：“亲爱的上帝，如果是真的有你，请你帮助我，我考上，我一辈子要用音乐来服侍你。”我没有食言，到现在我还用音乐在服侍上帝。我写了几千首歌。我为了就是要让人家可以经历上帝的爱。我如果祷告上帝还有让我命活，我希望能够出一本《咱台湾的敬拜诗集》500首。我去年出的，前年出了一个200多首，不是很过瘾，想要破纪录，那是我第八本，我想破一个纪录写500首。你说有没有可能？我告诉你，这不可能啊！再人不能，再神凡事都能。所以各位，我经历上帝的福音的能力，你看。炸药一炸，人就改变。在座的各位弟弟妹妹，我相信这福音的大能也会显明在你的里面。你跟你隔壁人说，你要经历福音的大能。你要经历福音的大能。在福音这个字眼，在新约刚好有出现75次，保罗书信就用了60次。所以各位，圣经里面多说了，我们就要多注意；圣经少说了，我们就要少注意；圣经没有写的，你就不要乱注意。跟我复诵一遍：圣经多说了就怎么样？多注意，圣经少说的就少注意，圣经没有写的你就不要乱出主意啊！所以各位，圣经多说了我们就多做，圣经少说了我们就少做，圣经里面没有说你就不要乱做，你如果乱做你就出问题。很多异端邪说都是乱做。哦，我记得都要听上帝阿公阿拿的，就怎么样？我说拜托，你有没有根据拿出来？圣经没有说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很多这种先知哦，很奇怪的先知，你有没有认证过啊？没有认证过，没有认证，你怎么说你是先知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我觉得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，很小心去查验。如果出于神的，我们是为神说的，我们就应该回应；如果不是出于神的，我们稍微保留一下，安的对不对啊？应该是这样子嘛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不能说人家说我们就被鼻子牵着走，嘴巴牵着走，不是头脑牵着走。如果是这样，求主帮助我们。那你为什么不会辨别呢？因为你跟耶稣不熟啊。你很少读圣经啊，牧师叫你读圣经的，那牧师读圣经那是你的事，我是负责来听的，我是消费者。我告诉各位，非常错的观念啊！你是消费者，你是使用者。你不是观众啦，你怎么是观众？只有观众，只有一位是谁？对，你真聪明，你牧师是谁？不错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这都敬拜，有人在台上唱，台下还有，你在顶来有人那个唱第五播出来哦，你不要管这些嘛，你是参与者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常常有很多错误的观念在教会里面蔓延。哦，你是胖哦，你长得比较胖。听到你，你听到，你其他真苗条哦。你叫苗条，叫大哥。你这真的是各位，神看我们是刚刚好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为什么神看我们刚刚好？因为你在神的眼光里面是独特的。所以跟我复诵一遍，比我高才叫做高。复诵一遍，你们听我哟。复诵一遍，就我念什么，你们读什么。比我高才叫做高，比你自己，我现在说你自己比我高才叫做高，比我高才叫做高，比我矮才叫做矮，比我胖才叫做胖，比我瘦才叫做瘦，比我瘦
比我美才叫做美，比我帅才叫做帅，才叫比我帅的话。但是各位，你最帅，因为神看你是独特的，那你们练都不大会练，受不了你们，我下你下次还要再来吗？要来，你们没什么反应，难怪九宝就是假的嘞。啊，最管的时候都不回答我，然后这样子的，人家就是水准好，就有来有往，这就是水准好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各位，如果有来有往，他有来有往，好好好好，长老讲话了。各位啊，如果在我们的信仰当中里面，我们经历不到这福音的大能，不好意思，你就不认识神。那我们讲的福音是什么呢？各位，这几个才是福音，教会要讲的。如果教会不讲这些，啊，告诉你说我们要怎么样生财，怎么样生涯规划，怎么样学音乐，怎么样学艺术插画，我不说不好，赞美操作很好的。但是各位，那是人的福音，我讲的是教会里面所传的福音，请你记住这些事情。如果教会不传这些，我告诉各位，那么教会长出来会怪怪的。什么是教会要传的？第一个，耶稣基督是弥赛亚。什么是弥赛亚？回答我。救世主。什么叫救世主？我简单的比喻，你掉到水里面，你刚好就算你是国手，很会游泳，游干不烂你啊，被顶了顶了顶了，在大海里面快死掉了，居然有一个手把你拉起来，救你起来，这叫做救世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人生里面有时候常常遇到那种浮载浮沉的过程当中，没有人伸手帮忙。天哪，我的路在哪里？天哪，我到底走什么下一步？突然有人指示你前面那条路，就好像那个十字路口的红绿灯、绿灯，左转、右转，告诉你或向左或向右，给你明灯的，那就是弥赛亚。我的人生是这样经历，我也相信每个基督徒都有或多或少这样经历。有没有当中你们遇到你人生遇到抉择的时候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？上帝自己向你说话的，请举手。带领你的，好，请放下来，没有关系。我知道你们都觉得很高兴，都不理我。但是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应该想想看，你人生有没有被神拉过？如果你的人生没有被拉着一把，我告诉各位，你只是听，你只是知道，那还不够。第二个，什么是福音？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福音。所以教会里面为什么要讲道成肉身？各位弟兄姐妹啊，什么叫道成肉身？我上次就有讲了，我上次讲我都知道讲什么，我可以连续记42个礼拜，两年的时间，我讲到每次都有自己做记录的，我不是讲过就忘记了，你都听得懂我意思吗？我一年要讲150多场道，我每一场都做记录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要向神交战，你要向神交战。什么是道成肉身？道成肉身这个希腊文化，我上次就有讲过，它是希腊文化的产物。但是保罗却用道成肉身来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怎么样来到这个世界。他原来在天上，你说啊，在哪一个星球？不好意思，他是超越万物，他是充满着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位神来到这个世上，成为人的样式。你可能说我在说梦话哦。我告诉各位，科学越来越多的证明，耶稣基督是超越空间、超越时间、超越你的环境来到我们当中的，而且不是只有在2000多年前诞生，在未来的3000年、5000年，如果世界还在，他就在其间，他却成为人的样式，向你、向我表达他是何等爱我们的。我告诉各位，我讲的最简单的，我讲最难。你们希不希望你们生活越过越好？你们希不希望在人的面前被尊重？被尊重，希不希望？希望。希望啊！你希望你的生活越来越好，你希望你被尊重。我告诉各位，耶稣基督却反其向，住在人当中，而且生在马槽里。各位啊，你想想，一个国王如果真的这样，很奇怪、啊。我因为去瓦邦服侍，我遇到一个瓦邦公主。我的学生是瓦邦公主，在昆明，我明天又要再去了，所以请你们有机会可以为我祷告。我去那，我才知道，哦，你是瓦邦公子，这是四公子。后来我认识他的老二公主啦，公子公主啦，女的。
老二也是我学生，老二呢是瓦邦的宗教局局长，他管了250间教会，我透过他呢，我就能够进到瓦邦去传福音，在云南的南边，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。我等一下会给大家看一些影片，你看我时间已经占到一半了。哦，所以各位，道成肉身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除世人的罪。对不起，我有点台湾国语，有时候脑袋要转台，再转美国语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道钉在十字架上，他钉十字架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呢？重点不在钉十字架，重点神借着这件事情，借着这个刑罚，向我们表明他爱我们是没有条件的。有人说啊，那我是同性恋，神爱不爱我？当然爱你啊，我是身体有缺陷，爱不爱我？神爱你，真的爱你。只是站在台上这些人，站在那些出火的人，他不知道怎么去表达，因为他们不是神。他们很难理解，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告诉你，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爱。但是各位，你要给耶稣一个机会，为什么呢？就算我们的生活很糟糕，神的爱不会离开你，除非你不要他。就算你不要他，像个浪子一样，神爱你不会改变的。跟你隔壁的人说，神爱你没有条件。神爱你没有条件。神爱你没有 excuse， 没有原因的，因为你是他造的。他爱你，不仅爱你，他愿意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是最好的证明。你说我是牧师，我可能有这个立场，我可能有那个立场，没有关系，那是人。神爱你这件事情不会因为立场改变。所以各位，但是你不要以为这样你就可以做坏事哦。你懂我意思吗？不能做坏事哦，我这神都爱我，我就随便做坏事。你如果知道真理之后，你还在堕落当中里面，就不好意思了。我告诉你，赎罪的祭就没有了。所以各位，你不要因为说啊，我上帝爱我是无条件的，我是小，我是儿子，我爸爸就随便给我闹，随便这么毁坏。我告诉各位，你会被绑起来，被修理的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你会被修理的。为什么？你爸爸看见我一定会修理你。为什么？为了要让你好。你如果随乱做，他一定会管你的嘛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有一个同性的朋友，不是我啦，我是异性恋。我说我们团队里面有个同性的朋友，有同性的朋友。然后你知道吗？他在我团队里面就去年退休了，我不能讲他的名字。各位，我就跟他说，我就问他，他告诉我他的情形。然后我就问他说，那你们在信这件事情怎么看法？他说，我是敬畏神的人，就算我有同性的倾向，我不能随便乱来。我说哇。但是各位，现在不是这样子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现在同运动带来，已经让这些所谓的同性的弟兄姐妹带来非常大的莫名的恐慌。为什么呢？他们都被妖魔化了。教会要不要保护他们？要。但是各位弟兄姐妹，我相信我们是有智慧的保护他们，要让他们归正。怎么归正？在信仰当中里面。我问我同工说：“那你怎么办？”他说：“我就不结婚。”他告诉我他不结婚。他为什么不结婚？他因为他的性向的关系，说：“我敬畏神的缘故，我这个弟兄，其实他是姐妹，但是我跟他说没有关系，我们为你祷告，希望哪天你们会找到合适你的，不管对方是什么样，但是你要敬畏神。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管。”有软弱的人怎么样？我们要陪伴他，但是真理不能打折。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真理不能打折。异性恋可不可以乱来？回答我，不可以。当然不可以呀、啊，不可以呀、啊！不要说同异性恋不可以这样说。我今天跟这个睡，明天跟那个睡，不行。你喜欢那个人就跟那个人，你喜欢那今天跟他吵架换另外一个人，不对嘛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啊，求主帮助我们持守。你爱的你要想清楚啊，所以你知道吗？现在青少年跟男男的这种关系了、啊，我说啊，糟糕了，艾滋病那么多人，哪天就中枪了，你就中枪了。我跟弟弟妹妹说，你不要随随便便，就是跟别人怎么样，甚至有一种，在你们这里而已，有一种饮料喝下去10分20分钟就昏迷了，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一种酒，啤酒。我告诉各位，政府挡不住了。为什么挡不住？就算你把这个关起来，杀头的生意一定有人做了。但是各位，你喝了这个东西，你怎么知道你确认你安全了？
所以我如果做爸爸妈，我做妈妈，我会替我的孩子担心。会呀、啊，你们不要说学习跟阿拉干拖下去，你就完了，就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陌生人可能跟你很热情，去怎么样？所以为什么我现在都担心我的孩子怎么办呢？听得懂吗？我看这些年轻小伙子，你们当我的孩子就我已经56岁了，所以我在我的观念里面，我很担心我们的下一代。我不认为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一样，你就是错的。但是求主让我回到真理，在真理当中里面吃，彼此扶持，彼此接纳。所以如果你说我什么，我是反对的。为什么我反对？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状况已经乱七八糟了，已经不是说单单谈这件事情而已，而是在这个事情当中有太多情绪在里面。那我要选边怎么办？所以弟弟妹妹在座的年轻人，你要知道这些为父的心、为母的心，真的很担心。我们担心你们中了魔鬼的计啊！我们担心啊！我们年纪大了，我们可以看你们年纪轻，傻傻的不傻乎乎的。真的，我告诉各位，我遇到这种哥就遇到一个年轻人，教会的年轻人，我非常痛心，爱之待远。都是出去玩嘛，出去玩就怎么样怎么样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孩子那么好，就没了啊，没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一个我心里就难过，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子？你不要以为那种事不会发生在我们的周围，求主帮助你，帮助我，让我们能够在福音当中显明神的公义在我们的里面。各位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告诉你，告诉我，我们只要回头，神的爱永远不离弃我们。第四个什么是福音？耶稣死而复活，基督耶稣。3天之后，他现在坟墓是空的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什么能够证明基督徒呢？他的坟墓是空的。你说穆罕默德的坟墓也是空的啊？不好意思啊，他的尸体还在。哎，释迦牟尼呢？不好意思，他被分尸了。他不是空坟墓，他的尸体被分身了。但是各位弟兄姐妹，只有一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坟墓是空的，他从死里复活了。我告诉各位，你今天为什么能够有能力去抵挡恶者的攻击？因为耶稣复活的能力在你的里面。阿们。我曾经发觉到很多时候我要走错路，里面就有个力量帮助我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而且那不要大大的让我里面的软弱就过了。哎，我不是没有年轻过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你们这些年轻人，不要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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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家里不要看，你也不要看，有没有电？那个电线杆以前就有这种，有没有？你们没有，我就不相信。有没有？网络就进来，这个线看它是什么，按下去，明明都知道那个是不好的东西，是色情的东西，你还按下去看一看。哦，主啊，赦免我！主啊，赦免我！主啊，你看，遇到这些怎么办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只有一个字：逃。跟我说，逃！我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。所以我40岁来结婚，说我当处男当了40年，啊，我你是别安做，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有什么不好？我当处男有什么不好？曾经有一个人，艺术学院的老师，他说：“你们这些基督徒玩五不化，只为不是基督徒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不是讲基督徒，你们这年轻人，因为艺术学院都是天之骄子嘛，那你们这年轻人。”只为怎么享受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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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讲得很难听，我都举手说老师你错了，那个叫汪奇美，你们可能不认识，戏剧界的大佬。我说老师你，我觉得你讲这个我完全没办法认同。你是哪个系的？我音乐系哈，音乐系的，音乐系不是公子哥吗？然后我就举手，什么是公子哥？对不起，你重新定义。我说第一个我是有信仰的人，第二个我不同意你说的，你说说看。我说你说年轻人都是为了钱，我不认为。我不认为，为什么？我有理想，就好像老师你有理想一样。我有抱负，就好像老师你有抱负，我也把他抬一下嘛。你懂我意思吗？我不会贬他。你有理想，你要为戏剧而生，我要为信仰而活。嚯！他说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说我谢某某。坐下，你知道吗？我大四的时候跟他共事去青访团，去青访做什么？他当老师，我也当老师，我四个同学坐在底下。艺术，我们班上里面，全班里面只有一个没有全国第一名的，就是我。
你懂我意思吗？小提琴第一名，钢琴第一名，还有好几个第一名的，什么都第一名，只有我没有。居然大四的时候，我站在那边，他们叫我老师，我觉得怪怪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底下那四个人都是很厉害的人。可是各位弟兄姐妹，神要高举谁就高举谁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我就发觉到，当我敬畏神的时候，神让我经历他复活的大能。而且那一年去南非比赛，被奖到我国家，我讲过了，你知道吗？音乐舞蹈奖得第一名，林欢明那个时候刚主音门五级，你知道吗？我爸爸编的音乐得第二名，我赚了400块美金，我很高兴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发觉到复活的道理在我的里面，我不仅能够逃，我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。各位，基督的基督要不谁怕谁？扑趴舞坐在那边祷告，落伍了，你才落伍了啦！耶稣，谢谢你，祝他们，让他们所说的话吞大口饭吃下去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哦，你污蔑我，我没有污蔑你，我只是把油浇在你头上而已。你听得懂我意思吗？哦，你怎么那么讲话那么？我说你，我不赌，谁赌？我你才赌嘞！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讲话不要惹到我，我们有些东西不要碰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可以不接受我的信仰，但是你不能开玩笑，我也不会开你玩笑，我也尊重你，你听得懂？我们怎么表达？基督徒的安静。我真是在一个学校里面说，你们当中是处男处女的，请举手，才两个举手，为什么其他不敢举手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流行发生关系，一个五专学校，我就说那么少，我说我那时候还没结婚，我都是还是处男嘞，大家笑成一团。我说处男有什么不好？处女有什么不好？我把我最爱的献给跟我一生一起走的人。我那天讲完的时候，我20几个人觉知。20几个老师很感动，他说基本上我个人因为没有把信仰跟人家分享，他就不晓得我们坚持什么。你们顽固，什么叫顽固？顽固另外一个名就是坚持啦，你听得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各位，我们如果不能盖在复活的能力里面经历他的大能，你根本活不出来，没办法对话，你只能被压着打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跟耶稣熟不熟？你如果不熟，我告诉各位，你真的被压着打。你如果熟，你就可以把信仰 present 让那些人知道说你在信什么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什么是福音？最后耶稣还要再来，你说哎呀，别讲得太八股了，耶稣会再来，你等着看好了，不见得在我这个时代，不见得在这个时代，耶稣怎么来，他怎么去，他怎么还会再来，你等着看好了。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审判他的教会，审判活人跟死人。你说啊，这个信仰是这样子的，没错哦。啊，你很顽固哦，感谢上帝，我居然可以顽固的地方，不然我人生就是一盘散沙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生应该为信仰而战，为你的信仰而战，为你的信仰持守，为你的信仰发光，为你的信仰把你的热忱表达出来，叫别人可以看见，叫别人可以感受。安你家后果，阿姆尼公林先被冲上，几十年过了，懒懒散散的。我告诉各位，你一定要为一个而战，看为什么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什么是福音呢？就是回应神的作为。我这个人，我不要说别人，我这个人，我就把我所最好的奉献给神。我讲的奉献，不是说礼拜天放个一点点钱再给神而已，而是把我的生命重新规划。规划什么？凡我所行的，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。跟我说一次。凡我所行的，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。如果你所行的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请你调整一下。把你的人生的指标调整一下，因为当你的人生为福音所行的时候，你的思考模式、你的做法一定会不一样。我出位，老板是谁？你如果在工作当中里面，你做的工作跟老板违背的时候，老板会怎么样？扣薪水而已吗？轻轻的扣薪水，再更轻的就告诫你一下嘛，对不对？举个例子，9点上班，你每次都11点上班，你告诉我，老板会不会爽？就算你怎么样，我告诉你老板，你摇头。如果你连续给他一个礼拜都这样，一个月都这样，每个都这样，老板受得了？受不了，受不了，因为你这个规定，老板规定的，你只好照做。不好意思，因为你拿你家的钱嘛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人生需要一个老板，这个老板会规帮助你，让你的生活当中被提醒。让你所做的东西被提醒。我告诉各位，我信耶稣的时候，居然早上起来会主动折棉被。我信耶稣的时候，我印象里还信耶稣以前，棉被啪就起来了，然后我睡觉盖起来了。
然后隔天起来，哼，要这样起来，就这样这个动作，棉被负责盖起来，打开的动作，因为冷气打开嘛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居然起来说把棉被折一折，我的姐姐告诉我说，哎呦，天，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然后更好玩，我居然大家吃完饭的时候，吃完面。家里面一些成员吃完饭的时候，来了，我洗碗，洗碗啊，洗碗，怎么你洗碗？然后我就洗碗，洗碗，洗碗，做什么？洗碗，洗一洗，洗干净之后，哇！我家人就哇！我告诉你，我信耶稣还可以一个特别的事情，我们家三楼，我就从三楼开始拖地，回到家时候，我从来不拖地，开始拖地。我姐姐看我说这个人疯了，说我疯了。我几乎一个礼拜拖两次，我的姐姐居然告诉我说：“你是吃了什么药？”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为什么这样做？凡我所行的，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为了耶稣而做。我当我为耶稣而做，你看你同学需要，我告诉各位，我常做一件事情：我如果有饭，我看到同学比较少的，我一定多买个便当，在我能力当中里面。如果不够，我就哎，家弟来，我吃八百，你加烤酱，加对叶而已，菜分分给他。其实我还没有吃，你说为什么我这样做？当我认识耶稣基督之后，我里面就有怜悯的心，不是可怜他，而是可怜我自己。我常常把自己该有的东西站在身上，我愿意像耶稣一样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我读艺术学院的时候，我带我们班上里面32个人，我带了24个人信耶稣。我们全校里面80几，音乐系有80几个人，当圣诞节的时候有40多个人，包括老师要庆祝圣诞节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我们办这个活动，他们看见了有一些人愿意回应神，不是只有我，我们愿意回应神，别人看见了说，嗯，这个信仰不错，是好的。跟你跟别人说，信耶稣是好的，信耶稣是好的。我用什么回应神？请大简单的看一下照片，我就做这种事情。你看到这个照片，哎，这一张这个反正很光，这个是赞美之泉用我们的车在外面布道的，啊，所以你知道赞美之泉陪他们很好几年，啊，这个是春雨乐团，啊，这是我们自己的，这个看不太清楚。我们在办布道会，一年当中里面，你猜我们传福音多少？我这个是我过去的资料嘛，但是为什么我必须10年才能够统计一次？2017我应该到2011年我才会做第二个统计。在368个城市，我们就这样跑，你知道吗？有人说，哎，我是原来哈，我要毕业的时候，我还没毕业前，我在飞轮上，我唱这种的，啊，东来巴比雷，夸提马门托，我唱这种的，我就会记呀记呀，我也嘛知呀，心情，喂，我唱这种歌呢。唱这种歌嘞，啊，槟榔是一粒一粒包，啊，时间是一嘴一嘴口，唱槟榔的歌嘞，那是我自己写的，真的是自己写的。那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因为我发觉到，我如果唱歌剧，他们根本听不懂。有一个牧师还骂我说：“啊，你在唱啥？”我就跟他说：“啊，没啥，人家没啥水准。”那个牧师记得回我一句话说：“谁没有水准还不知道？”谁没有水准还不知道？我因为他这句话。我回去思考说，到底我们要拿什么东西喂养那些没有听过耶稣的人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自己在预备哦，年轻人，我昨天在一个 pub 唱个 Amigo， 基本上是 Amigo， 很多年轻人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一直唱，每个嗨得不得了。我说我这个56岁偶遇上，居然还可以跟这些年轻人混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在唱歌的时候，500还在卖乐器啊，就500看到我叫老叔。老叔哦，不是很标准的老叔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他人家都已经发达成那样，我还在菜市场夜市里面唱歌，我甘之如饴，因为我知道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缘故。那你说他，啊，这样跑下来怎么样？我告诉各位，我一年可以带350个人决志信耶稣。曾经有人告诉我说，哎，我们办的活动怎么样，我都啊多大多大，我都问他一件事情，有没有人信耶稣？如果没有人信耶稣，这个活动对我一点意义都没有。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凡我们所行的都是为了什么？福音的缘故。如果我们所有的活动只是为了活动，不好意思，别人的活动更大。你们有没有看到妈祖往这边走过的？
你会比他大吗？应该不会吧。几那么多人这样走路，我跟他们走过几次，我沿路跟几个人传福音，一个欧巴桑印象深刻，就在我们彰化在辖区那边一点，广花回塘回达回达回短拍谁回短，走过去，哎呀，阿桑坐在那边，会不会累了？我就过去，你知道我会受水哦，我给他吹。哎，我像得下力哦，哦，个阿弥陀佛，嘎嘎阿弥陀佛。哦，安尼哦，哎，我唔知，我甲你讲，你安尼行行，你有啥物，你啊有啥物迄落，甲我分享，我足忝的，逐日行过来尔。我安尼行了，你有啥物心得哦？安尼求平安啊，求平安，求平安。我就问他说，你这样有没有平安？那阿桑，我印象非常深刻，他就看着我。从来没有问我这个问题，我也没有平安。我就跟他说，有一个人会给你平安，你要不要？啊，下面两都请你。他就问说哪一个神？这个神叫做耶稣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那个人很单纯，我说哦，真的哦，他在哪里啊？他说他在你心门外空的。我就把耶稣介绍给他，花不到五分钟，讲完之后他就站起来，而且我告诉你，我要为他祷告，他自己这样子。非常亲切的人，台湾人好多像这种，他们根本不认识神，谁把福音传给他们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有太多这种见证。我曾经去国，我下个月要去国外去圣地亚哥洛杉矶，有位牧师告诉我说：“哇，台湾很难传。”我说：“牧师，你讲错了，台湾非常好传，没有人传而已。”那个牧师被我讲了一头灰脸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台湾真的难传吗？我告诉各位，真的难传是因为没有人传，庄稼熟到不行的，工人在哪里？你可以问牧师吗？问牧师你会不会这样？你可以用几种，就是你们这年轻人，庄稼熟了，你在哪里？我好，这个就我们就不讲了。这个是我们后来坐的车子，本来那个30吨的，我这坐都要坏掉了。然后就做了这个3.5吨的时候，我们在士林夜市每一次，几乎带信耶稣的都超过200个以上。我曾经有一次，福音单张决志卡收了这么多，你看看我的手，这么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庄稼熟到不行，熟到不行。我们办的研习会很多人，所以哦，我说叫我来，为了哎呦，你看不起的所在。我告诉各位，因为你们有需要，等你们长大了，我就不来了。你听懂我意思吗？你们找到牧师之后，我就站在那了。因为你要找谢老师，可能去夜市找我，可能比较快。为什么？你要找我来教会，可能还比较难点。不骗你们，我跑到这个是我最早的时候，我就用这样子，我就把那个卡车开到一个地方，就打开了，就叫步道，放一些照片。所以我不是停，别人就有车的。我们最近今年开始又要再做另外一部活动车，因为这样。像那 festival 迪士尼有没有那车？但是因为法律不行，我们做的比较现代一点。你上我们的网站就可以看得到，那个车子沿路开，沿路祝福。我求主给我在未来的4年当中跑遍台湾，跑遍台湾做什么？我至少让这些给他好不为的往一上往二上有机会听到耶稣。我们前在园林那边跑一次，我告诉各位，连槟榔摊的都手是这样挥挥挥，你们亚洲啊！喝啊，然后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停下来，为了这个人，同我就过去为他祷告，然后把教会园林找到教会的单子给他，说麻烦你来告会喝喝喝喝喝，他没有听过耶稣。你不要以为台湾的人都像你一样，常常被人家邀到教会里面来。你爸爸妈妈邀请你到教会里面，你可能听了很多你不想听的，有人连听过都没听过。现在弟兄姐妹，我们办活动。这是我们前年在东海大学，那50000个年轻人，当我呼召决志的时候，几乎全部举手。我告诉各位，不是基督徒哦。我还想说那一场不要让它结束，为什么呢？大卫跟我说：“哎，要敲钟了，12点要敲钟，办了这届就没有了。”我说：“我要争取这次机会，你们要信耶稣的全部举手，差不多过完了。”我如果那一天如果继续学校如果继续下去的话，我就请他们坐下。然后请他们好好祷告，所有人祷告，因为没有人，他们没有同一起祷告。祷告做什么？接受耶稣。祷告，妻子举手祷告，让他们坐下。我说，我再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愿意认识这个圣诞节的主，你们要不要给耶稣机会？很多很好的反应，
到一个程度，你知道吗？如果这些人都信耶稣，我说你们下个礼拜再来好不好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下个礼拜再来，我们这边办好不好？校长那个院牧都吓到了，居然有那么多人说愿意啊，结果没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说碍于学校的校风。你看，我后来想说，我也不在学校办，我在外面办就好了。外面如果有50个角色，我下个礼拜再来好不好？所以为什么要在夜市里面办？到夜市有50个角色来，我下个礼拜再来，后面再来。各位，你知道50个人就会带出100个人出来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小看，如果有人说台湾要复兴，绝不会从教会开始，因为教会饱和。为什么？我们教会楼下坐300个人嘛，再挤300个人进来，牧师受得了吗？他受不了的啦，你懂回事吗？他们在花了，我都不要讲那个名字，我去一个你们附近这个地方，那个牧师跟我说，你卖来乱啦、啊。他说：“为什么卖了乱？我告你一两摆，我跟乌美料理啊！哦，啊，你这不老板的人，我没信教说你开不会团，啊，我团多人顾啊！你听得懂吗？”他说：“我团的没有人顾啊，我一个人怎么办？我有心脏病啊，我在脏机里面是某某某某怎么长的，懂什么长的，我就不讲他的名字了，不讲是不是心脏还是他的心拆的？不要讲他名字，不是我说的，是你们说的。”他就跟我说：“我叫我不要去乱的。”我说。我就跟他说：“不要这样说，兄弟，咱们都是好朋友。如果福音还没传遍，那是你我的责任。”我说：“你要想想看，我要想想看，各位，我们教会缺不缺什么？缺不缺人？缺人。缺人。外面的人都应该进教会，对不对？礼拜天，对不对？你听得懂我意思吗？那些年轻人不应该在那边睡觉的，他们应该到教会里面来的。所以，我们教会要不要大一点？要。就国语的，我们才50个人，我告诉你，给你500个人就吃不了了。”500个人，但是各位，你真的不要小看，我相信再能不能，再生凡事都能。你们一定要先起来，你们起来服侍神。那个没有乐器放在那边，不是要好看的。我放录影带，我会跟游子你说，以后不要做录影带了。为什么呢？你们就去唱也没关系啊，你听得懂我意思吗？那些东西有的时候太帮助我们了，太帮助我们了，以致我们就不愿意去学乐器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愿不愿意为福音的缘故付代价跟随神？愿不愿意？年轻人，我给你们挑战，好好去学乐器。如果你们在这边聚会的话，你们要学乐器绝对来得及。喜欢鼓的学鼓，喜欢吉他的学吉他，喜欢钢琴的请老师教，喜欢贝斯的我教，我找人来教，我们都可以来支援，把你们训练起来，成为敬拜的大军，其实传福音的大军。说的、哦，我说的，但是不好意思啊，你们要人啊，没有人怎么训练？我叫我的徒孙来就好，我脏话有逼的，真的。不是你要来吗？我训练，你叫我这个来教你们这乐器，你会不会太浪费啊？你强迫你们别下啊？没关系啊。哦，不行，我各位，其他弟兄姐妹啊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。你要真的玩就玩真的，不要玩那个一半的，信仰不要信那个一半的，要做全信。了解我意思吗？年轻人听到没有？我在对你们讲话，虽然你们听不大下去，你没有看我一直在前一边、前这边吗？我们说这不重要的，因为前这边，因为那边是教会的希望啊。把这边看一下啊、哦，请大家弟兄姐妹，求主帮助你，帮助我，让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一起往前走。你不要说啊，教会那么多人，他们自己该礼拜天睡觉的，你基本上观念就错了，他们都应该来到神面前敬拜他的，应该是这样子的。甚至你敢说啊，教会不够，我们去外面把马路租下来。你说，哎呀，你干嘛在？为什么不可以？为什么不可以？我们就把这条路租下来讲国语的，那条路租下来讲台语的，分两边。你说不可以吗？我告诉各位，如果我们愿意，神一定帮助我们。哪天彰化就成为基督城了。我看你们游行，我很感动哎。圣诞节，我若是讲啊，如果每个礼拜都游行，会怎么样？啊，累死了，各位啊，你躺在床上都会喊累，你相不相信？累死了，你在那睡觉都会很累，为耶稣而累，为什么不好呢？听懂我的意思吗？你的人生可以在那看电视看得好累，你在那打电动玩具打得好累，打 game 打得好累，你为什么不能为耶稣每个礼拜都累一次呢？那你每个礼拜都来？你们要这么大的合场，我才能这样做，因为我们还是群人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要预备好被神用，你要预备好被神用。我就每个礼拜来，我也不可能来一直在这边了、啊，因为我在住台中，我要七小雅。
我一个月刚家摕3000块，无啥搞，我一边在开玩笑。如果刚刚我若无破西，因我来你要看我吃饭呢。但是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为什么愿意这样？因为我在你们身上看见了希望。我在你们身上看见了希望。没有了。有年轻人，有几个年轻人？刚正，我的眼部改一下，就是色青也不错啦。跟你跟别人说，你是教会未来的希望。坐后面，你看我这个是这个诈骗，我看到老人家89老人家，他参加了聚会，你知道那天我们下巴了，我印象非常深，80几岁的老人家，他在为整个台湾祷告的时候，我心里很受感动。我在想说，主耶稣啊，我80多岁的时候，我可不可以站在这个城市的破口当中，里面举手为这个城市求福？我愿意做这件事情。如果我活到80岁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台湾骗传是我一辈子的工作，我跟着祷告再给我10年。哎，其实我已经应该退休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为什么我不甘心？我真的不甘心啊！台湾哪有那么多人没信耶稣？你说啊，在台湾做而已。不好意思，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，不是只有台湾需要福音。再来这个照片，我不想你们看过，应该都没有。这是我去华邦，我30年前台北的教会，我没有去华邦服事，去了5年。这是中国的少数民族，在云南，在下西南，在西南边。大概我那个时候去了，我连续去了5年。你知道我有一首歌叫《愿》，你们唱过吗？是在我这里，就在那里写的，写了一半，写了一半。那我就从我爸回到台湾的时候，就看到白小燕的手指在荧幕上，我就把这首歌写完了。所以这是中邦合作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去这个地方去了5年，我本来以为我要把大学的工作放下来，去那边1年当老师。那年我28岁，我跟上帝祷告说：“上帝啊，我爱台湾，但是如果我的爱只是停留在台湾，那是不够的。”因为你知道我去瓦巴，我看见的是什么是东西。你知道我去到一个村，800多户的人，我这个讲我就结束了，回到你做台吃饭，回一下你吃饭。800多户的人，我去到那里的时候，那个地方我可以形容叫地狱，叫地狱，真的是地狱。人不仅没有笑容，你会发觉去走到那个地方阴森森的，非常阴森森。可是各位弟兄姐妹，我带了20个学生在那边开了一个学校。找了200多个孩子，都是孤儿。为什么我爸是孤儿呢？因为在打仗，所以爸爸过世之后，妈妈就要看小孩。小孩有时候妈妈也要去打仗，所以很多孤儿送到学校。我们在那边有一个学校，2000多个孩子，全部都是孤儿。后来还不够，我们就去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就设了一个学校，200多个人。第3天的时候，我印象非常深刻。我们在下午的时候，在除草、在盖房子的时候，就听到爆炸声，爆炸村庄爆炸声，所以我走路到15分钟，听到爆炸声就吓一跳，就传来声音有人自杀了，我们就没有在光把封，不是封锁下去，让学生不要讨论这个事情，因为害怕。结果爆炸之后，隔天早上我们就跑步经过的时候啊，就经过那个爆炸的地方，那个一面墙倒了，旁边的树，一棵大树。然后墙倒了之后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看到一幕，我现在都不会忘记的，好像昨天的事。你知道那个肉都还连在树上面，连在墙壁上面，大体已经处理了。告诉各位，那个女孩子21岁，肚子一个孩子，前一个孩子，因为生活太苦了，把手都打自杀。她床底下都是炸药，所以她炸开的时候还好，左右不是很多，隔壁的都被影响。可是各位就这样走了。他们1个月30块，每个人30块，你30块新台币30块，你喝2罐可乐，你这个月就没钱。每个人都那么穷。各位，我去到那边不到2个礼拜，我们在那边盖了个教室，盖了个教室，找年轻人，像你这种年轻人，说年轻人很好用的，就那盖个教室，那个屋盖个教室，大概100人，像教会这么大，花不到5000块，不到5000块，我们就进去那边开始。每个礼拜天在那边讲圣经故事，各位弟兄姐妹，2个月之后，那一个像黑地狱的地方变成天堂，因为福音进到那个地方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永远不会忘记，他们准备要离开那个地方，我们坐上车子，几百个人站在那边跟我们说：“你们可不可以再来？”
我看到我被想说，这个地方原来是地狱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成为，就变成天堂，真的变天堂，每个人都会笑，每个人都会哭，你知道有人死了连眼泪都不会掉，那种绝望到这种地方，我离开的时候就没有了，就没有了，这个地方我就没再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中毒品的缘故，战争的缘故，全部的宣教就撤离那个地方，我就没有再去了。3年前我去昆明教，昆明上课的时候。各位你知道吗，我2007年到2013年是被赶出来的，我就不再讲了。但是我在进去的时候，我就去到昆明去那边服侍，教了大概30几个教会的敬拜的领袖，然后连续教2年，他们就要求我继续再教，我说愿意，我的时间可以，我这5个月就去一次。教到最后面，我就看到一个姑娘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姑娘皮肤比较黑，应该是他们的原住民。我问她说，姑娘你从哪里来？她说老师我从瓦邦。她就说瓦邦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瓦邦这个名字已经在我脑袋里面不见了。可是那天我就点起来，我说你家在哪里？他说他讲的名字我完全不知道，因为我已经忘光光了。我说我愿意去看看你们，可以吗？我就拨了2次时间去看看他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看到他们的时候，我心里感触很深，因为我相信他们的教会不是在本土要做传福音的工作，我们应该进到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，直到地极，做上帝的见证。各位，你知道吗？我去看这个地方是一个神学院，你看到了一个神学院，8个老师，专任的老师，5个兼任的老师，30个学生，一年，40万新台币，40万新台币，老师一个人月薪350块，350块，你刚刚一天都吃掉。这是一个神学院，我们去孤儿院。你知道我去大其力在缅甸有120个孤儿院，我求主帮助我们。我在今年，我希望能够找到4个大狗青年服务队，做什么？去那边服务孤儿。你觉得你的人生无聊吗？你觉得人生里面充满叛逆、充满冲击吗？把你的小孩子送去那里。我告诉各位，我早期我在瓦邦的时候，我带了很多年轻人去到那边，高中、国中，去到那边。回来怎么都变了？为什么变了？有一个人叫林志平，我不晓得你听过没有？宇宙光的社长，他的孩子很娇嫩，去了一次回来之后，再去一次回来，你知道吗？到现在他结婚生了孩子了，还跑去大安，为什么呢？他说他从瓦邦那边，神让他生命成长。他说我以前是一个查药，要伸手就是查药，就是犯的人。我去那边看了之后，我才知道人可以这样活的。很多姐妹去了之后一直在去，为什么去呢？因为去到那边根本不用化妆品，去了那边根本不用穿太多漂亮的衣服，只有2套就好了。你早上去穿这套，你今天洗明天就干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化妆之后一走，从这边走到那边去，你汗花了，你的妆就花掉了，就不能看。老人学生看到像看到鬼一样，所以就不用擦。而且你知道吗？不用这些化妆品，会因为这样走之后你变健康了，脸色红润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去那边，我去2个月，我就亲每次去哦，我去2个月，我就证明一下，我瘦8公斤回来。我遇到蔡燕萍姐妹，我跟她说 ，Trust me, you can make it， 瘦1公斤1万块钱。我这次去瓦邦赚了8万块，赚了8万块。各位觉得你太胖的姐妹，请你去吧。觉得缺少健康的弟兄姐妹，请你去吧。各位更重要一件事情，当我们给的时候，就体会施比受更为有福。瓦邦有3座神孤儿院那么多，做不完。你说啊，跟台湾的关系，台湾会传不完？谁敢讲这句话的？没有比我敢更有资格讲这句话，因为我传福音传了那么久。我怎么愿意福音神？因为还有别人需要，请你们为我们祷告。我带一点点小奉献袋，我明天就要去瓦族。我们这次找了80个，我没有照片，在我脸书里面找了80个瓦族的传道人，10天给他们吃，给他们住，让他们在那边，包括老师的我们的机票的费用，8个老师去，20万新台币，请你们为我们祷告，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像不像我们教会那么有经费，我们是真的是平心静的。我们为什么这样做？我再讲一件事情，不是因为我们有，而是因为我们愿意。我也请你们为我们祷告，年轻人。
如果暑假有青年服务队，我鼓励你们参加，准备个15000，你们就可以去那边两个礼拜，他们负责吃四个砖，让你们在那边很好的服侍这些比你们这些可爱的小朋友。我都很想把小朋友带去，为什么？你带去的时候就不会想要穿那个好衣服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看看那小孩子，他们就一套衣服，他们每天都穿那套衣服，回来小孩子真的很大胆，我一点都不夸张。所以亲爱的弟兄们，请为我们祷告，让福音的大能显明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一起去做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要谢谢你，因为你爱我们，你道成肉身来到了世界上，让我们设立教会，在这边享受，在这边极美的敬拜。我求主也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分享福音的人，回应福音的人，好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蒙福的教会。我们给出去，神就给我们更多。因为我相信，当我们回应神的时候，你要赐福你所爱的教会，让彰化永福教会，不管是华语部，或者是台语部，都成为在彰化地区一个举足轻重的教会，让每个弟兄姐妹在这边能够以永福教会为荣，甚至到一个程度，我们所做的不仅为了福音缘故，让福音显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让所有你所爱的儿女，爱你的儿女都能够经历你的恩典。谢谢我的主，愿你显明你莫大的恩典在我们当中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